期中考是为考试门才回家被骂了。我也一样。小卷面的问题是，今天期中考只是会考不好，那今天老师提交啥？你看题目先凑好嘛，一个课文里面有好多那个语动词，至少在课本里面也被复习了。我们感觉很困扰，就是想如何把思维课本里面重要的内容，用有趣的方式来熟记，让大家都能够更容易的记起来。社会期中考考得好吗？不好。那你们被家长骂？有。啊，为什么你考得那么差？因为社会课本要背的东西很多，所以我背不起来。要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，然后改编成社会课本里的重点，只要轻轻地唱一首歌就能学社会了。觉得改编歌词学社会很有效，因为我都记习惯了。